近日，窦唯二女儿窦佳媛在微博上更新了自己的最新动态，并配文 Gojira LA Day One。照片中，窦佳媛身穿绿色格纹衬衫现身音乐节，顶着一头蓝色短发，露出宽松的背心和锁骨，看起来消瘦不少。窦佳媛是窦唯与第二任妻子高原所生，是窦靖童同父异母的妹妹。窦佳媛于2018年发布个人单曲，还受邀请登台献唱酷似姐姐窦靖童。年仅17岁的窦佳媛已经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支单曲，并且还被圈内人士邀请到自己的现场同台表演。看样子，窦佳媛在音乐方面也继承了父亲窦唯的才华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